我哋個構思咧，就的確係以民為本。我哋希望咧，係就係盡量咧，係將嗰啲不便減到最少。而家紅隧其中一個理由咧，就嗰啲收費亭咧，已經係全部係毀爛曬噶啦，已經係需要時間復修嘅，差唔多起過曬咁滯。安全通車呢個係首要最重要嘅。如果唔安全，個大前提我哋唔做收費嘅，我哋可以政府暫時唔收費住，直至到嗰啲收費亭做好為止。即係話要利民便民出發。